这次的作品是我从像素还有杂讯这两个概念做出发，以宇宙天体作为文本，去延伸出我跟 AI 在一个相互试探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是以一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尺度，甚至是不同的主体性去做试探的。我是蛮希望就是用一个很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去呈现一个现在科技跟生活一个互相融入的一个时代下，我跟 AI 的一个相互试探的过程。我总共分成三个展间，观众首先会先进入第一个空间，看到的是移出月球。那这个空间的话，就是从一个地球的视角往宇宙的方向观看。在进入第二个空间，看到的是如何使用 AI 提升照片品质的这个录像的一个作品。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像是一个 YouTube 的自媒体的工作室的感觉。最后就是会先看到梯子的这个延伸步伐作品，然后进入一个黑的空间。这个黑的空间里面有一个杂讯的影像。梯子的间距是以指数的方式做增长，跨距越来越大，这样子，最后就是好像没办法爬上去的感觉，去呼应的科技加速发展的时代的这件事情。